不是兔女郎，好像是在哪儿啊？好像在户外啊。这个小姐姐看着有点眼熟，这不是我的老婆恶毒号的 cos 吗？只要大家对手办感兴趣的，都可以关注下创速。宝仓这里还新到了一批干羽的这个啊小娃娃手办，我下期就打算啊实际给大家做个测评的这个视频，想了解一下的就可以先加群，群里我会不定时的给大家放一些各种玩具的优惠券的福利。OK， 咱们先接着看啊。可是我真的不会插冰。你这叫不会，好家伙，你这跳的还快熟练的呀。哇，苍老师作为一个00后的实习老师，我真的发现现在互联网怎么有这么多的擦边球视频，不知道大家关于这种视频是怎么看的。反正苍老师我是躺着看的。这是游戏吗？哇，这抖东西可以啊，这游戏反正个射击游戏啊，不是第一人称视角，第三人称视角。这个角色我很喜欢。哦，还有大招动画，好家伙，这游戏是正经游戏吗？苍老师对这种射击类小游戏还是蛮感兴趣的，还是苍老师我孤陋寡陋了呀啊！以后再遇到这种陶冶情操的小游戏啊，我都会加到视频里推荐给大家。你有病！哦，这是那个穿啥吗？井川里裕是吧？这个人唱我认识啊，前段时间不是很火吗？其实我不知道那个锤击天花板的标签是他自己立的还是网友立的啊。不管是谁，但在互联网上就不要给别人贴标签啊，因为你不可能就通过几秒钟视频就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嘛。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抱着看娱乐的心态来看，就比如你们看苍老师我一样啊。你们别看你们苍老师每次拍视频都显得自己很虚，像刚讲过自己一样啊。其实事实就是如此。嗯？啥呢？啊？啊，这是教他们拍擦边视频啊。好家伙，这大哥可能还忘了几个步骤，首先得先做几个手势。总之这个视频真的反映了现在这么多擦边球都是批量不可模仿出来的。为什么会有擦边球这种视频？大家有需求啊，有这个欲望，然后大家在观看同时呢，还不如在你们苍老师我这里哎买一个进口小玩具。反正男生要对自己好一点，而且记住苍老师这里和其他的 UP 主不一样，我这里是外国进口，就是全球最大正版进口杯的啊，大魔王苍老师这里是唯一代理。然后我跟他说实话，我这里可能不是最便宜，但是是最具性价比、最高端，让你绝对买完不。迷糊啊！感谢互联网，让我们现在也能感受到皇帝般的啊同等待遇。啊，这为什么在嘴巴打码？这个透明吧，这个奈良的角色我不知道是哪个动漫的，或者是他只是 OC 的角色。真的，我有时候挺好奇的，为什么有些人他会买一些动漫角色的透明衣呢？真的无法理解。你说我平常已经在外面工作很辛苦了，我回到家每次拍视频之前我要给他穿上衣服，真太麻烦了。畜生啊！嗯，熟人吗？怎样？这是他吗？怎么这么大？哇，别亮别亮别亮，电锯恶魔呀，电锯的。不管我老婆姑娘她变大了变小，她是黑皮萌妹的属性都不会变。大家之前给苍老师我点关注的，请务必也去关注一下她，求求你了。真的，我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我和姑娘能同时啊达到百万粉丝。哎，感觉给她的篇幅稍微的长了啊。总之以后大家记住了，买宅男玩具记得认准苍老师我这家店，因为是进口的，是材质最好的，然后都是我亲自使用过的。OK， 我是你们苍老师，喜欢我的视频不要忘了记三连。我在下期再给大家安排一些啊大家喜欢的店的cos视频。